方队长，你干啥呀？里面谈的怎么样了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师长他也不让我听啊。你说把我撵出来就行了，把你撵出来，他到底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方团长，你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呀？不是，要是实在不放心啊，进去看看呀。切，我这刚被撵出来，我怎么进去啊？哎，行，师长可喜欢宽子了，一个劲儿的夸他。是吧？啊，夸什么了？说他勤快，人品好，是个好姑娘。还有呢？还夸她不怕受委屈，顶着那么大的压力。哎，师长说的对，不怕说三道四，还帮你输血。她在我们卫生员当中啊，那就是最好的。你没骗我吧？这我骗你干啥呀？师长真的特喜欢她，是吧？是啊。坤子。跟我说话了吗？嗯，没有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肯定是同意了呗。你怎么知道？女人要这种事情真不同意的话，必然是一哭二闹的。你看，他哭了没有？行啊，你小子，嗨，挺明白啊。去，师长，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可以结婚了？我没有说你不能够结婚呢。不是，你看，是啊，你又着急了吗？不是，你说这么多的话，我到底是我能娶的还是不能娶的呀？你是我独立师的第一团团长，很多事情我总得聊，对吧？你总得让我明白啊。哎，你们刚才都聊了那么长时间了，还有什么没聊明白的啊？我们师要相信每一个好同志，但也绝不能放过对我一团方团长心怀叵测的人。师长，你不就嫌弃人家是日本人吗？不过师长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日本人也有好人和坏人呢。你看他像坏人吗？他就是一个好人。师长，如果他是坏人，你就连我一块处罚。真的出了事啊，我怕就来不及了。哎，这防患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要强吧？不是，你说你查他，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他，我没说他有问题呀，但是我总得要打报告给上级，上级要有个意见吧。就这两天你都等不了了，你。是啊，瞧你这点出息，你都打报告了。这，谢谢师啊，那我回去等信了啊。报告师长，上级来电报。快！是啊，这是我的吧？好了，自己看看吧。哎呀，一根呆杠子，马上就要变成花了。是啊，去等等，放下嘞，坤子。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，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以后就是我们方家的人了，不用回日本了。你以后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没哭，我是高兴。高兴就好。放了一下。轻点。哎呀，你说你个红绳啊，平时看你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，还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不是，方小姐，师长让我。师长，少拿师长当挡箭牌。哎呀，不是，来让你趴墙根的。其实我就是看看，听一听。去。
报告师长，外围哨兵报告，发信火鬼子部队正在向我方前进。怎么有爆炸声？他奶奶的，这帮小鬼子这么快就摸过来了。棍子，快把衣服穿上，去卫生队。这就叫该来的终归要来，想躲也躲不掉。铜锣，到，你就按原计划执行吧。是。齐老大，到，通知独立师各部，迅速向龙王山转移。是。哎，红绳啊，赶紧去通知杠子，让他撤。是。哎，齐大人，跟我来。准备转移。是是啊。哎，你快穿衣服啊！不是，你怎么了？别哭啊，你别怕，没事有我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我明明知道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会来袭击，没有告诉你。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鬼子要来？嗯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不能告诉你，我不能说，我要说出来，他们会杀了我哥哥的。哥哥。你说我们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可以？我明白了，把衣服穿上。这个还给你，把它给我带上。带上。你是我方家的人，这东西就是你的，我欠你一条命，现在我还你。你走吧。我不走。你走吧。我不能走。你走，快走。站住，你不能走。红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刚才在门外面都听见了，这个日本女间谍她不能走。红绸，她是我媳妇儿，我愿意让她去哪就去哪。刚才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时候别犯糊涂。一个日本女间谍，你能放她走吗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让她杀了我吧！你给我闭嘴！红绳，红绳，我求求你，把她留下来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必须得让她走。把她放了之后，我向师长请罪去。刚才你真的是疯了吗？你干了一辈子的革命，现在为了一个女人，还是个日本女间谍，你会断送你的后路的，你知道吗？你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她是我媳妇儿，让她走。你干嘛？你刚刚不是我走，刚走，你要再来放枪，毙了她。你放开她，你放开我，你刚走，快走啊！干什么？你刚走，快走！you
大学学科科学の片田沙織恐れ入ります。なんだ。大学科報告します。新種群保有した第一と第二中隊から電報です。伊沢諸君、新種群は撤退しました。臨車おしゃんべ、使い物にならんやつだ。奴のおかげで敵に気づかれ逃げられてしまった。大使学科、どうされますか。第一、第二中隊に命令を伝えろ。新進軍を追跡し、奴らの待ち伏せに気をつけてな。新進軍の動きを常に報告しろと、林小山に伝えろ。はい、大使学科、あともう一つあります。なんだ。藤井弘子が帰ってきました。ヒロコを先に休ませておけ。はい。哎，你想吓死我呀？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啊？哎呦，你说我能不害怕吗？我们身边怎么出了一个日本间谍呢？哎呀，现在日本间谍也走了，咱们安全转移了，怕什么呀？我刚一直在想，他装的还真像，我一点都没看出来。小山，我看你像日本间谍。嘿，切，现在是特殊时期啊，你这玩笑别乱开啊！哎，行了，市长叫你过去呢，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去了我就知道了。走啊。市长，我错，我真的错了。正所谓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灭除你一切职务，以观后效。是。报告。什么事？谢谢市长。怎么这么犯浑呢你啊！这事儿市长压着没敢往上报，就怕往上一报你就成了第二个阿麻子了。铜锣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宽子像奸细吗？说实话我不信。对呀，我也不信，所以我不能让他留在这儿啊。可是你不信也没办法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铜锣，我问你，他要是留在这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反正没什么好果子吃，就算市长不想杀他，这么多弟兄一人一口唾沫也得把他给淹死了。所以我更不想把他留在这儿啊。铜锣，我这次把他放走了，他就不会再危害咱们部队了。真的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啊。你傻啊。我爱他。你说啥？我为了爱情啊。去你的什么爱情，你是犯了花痴吧？你才不懂爱情呢。去去，你懂。你不懂。宽子在卫生队跟我平时接触的时间最长，根据我的判断，我觉得宽子不可能是特务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因为我最近注意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师部的翻译林小山，他最近跟宽子的接触特别密切，而且每一次林小山跟宽子谈完话以后，宽子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激动。林小山，师长，我现在手里没有什么证据，所以我也没法跟他说，但是我希望你能跟林小山谈一下。林小山，他可是上级派到我们师部做事的，
我目前知道的情况就只有这么多。很好，你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，这件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座りなさい。陽子、なぜ紳士軍の部隊から逃げ出したんだ。正体がバレたからか。違います。それは私がその仕事を知ったくないからです。どうしてかね。そんな自分が許せない。私怖いの。そういえば、林小山もバレたか。いいえ、林さんはバレてないです。私も誰にも彼の話をしていません。林は君のお兄さんがまだ生きていることを話したかね。はい、それは本当ですか。もちろんだ。幸いだった。我々の優れた医術のおかげで君のお兄さんは助かった。しかし君のしたことを知ったら、兄さんはきっと嘆くだろうな。ひろこ、しっかりするんだ。日本人の誇りとなるような人間になるんだ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兄さんを助けてください。そしたら私何でもします。しかしお兄さんならきっとこの戦争に勝つと信じてるだろうな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兄さんを傷つけないでください。私何でもします。何を呼んで私に泣きつくのか。お前は勇気が足りないんじゃない。中国人に愛情が芽生えたんだ。紳士軍の奴らを徹底的に攻撃してやる。そして奴らを全滅させるんだ。今後は捕虜や死体の中から彼らの情報を提供するんだ。お前が殉死した際に用意した勲章だ。お前の遺骨と一緒に日本へ送る予定だった。しかしお前は家族にまで恥をかかせることになる。大佐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お兄さん傷つけ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貴様の願いなど聞けるか。ヒロコを一歩も部屋から出すんじゃない。今後俺の許可なしに誰にも近づけるな。はい。哎，小林，你干啥去啊？啊，师长让我去兄弟部队取一份文件。通行证有吗？有。哎，给。行了，你走吧，小心点啊！最近啊，鬼子盯得可紧，别跟他们撞上了。知道了，谢谢兄弟。刚才谁过去了？林小山。你们俩跟着他，看他耍什么花样。是是。
不对呀、啊，下去看看。走。小山同志，你这是准备要去哪儿？刘队长，哎，我在执行任务呢。你执行任务，用得着穿成这样吗？啊，这是师长交代的特殊任务。哦，可是师长告诉我要把你带回去。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大司令，大司令，大司令，走走，大司令，大司令，前头军备，大司令，押到后面去，准备战斗。师长交代了，不让你进去。让开！哎，师长，你不能剥夺我战斗的权利。虽然我被撤离职，但我还是独立师的一员呢。我进去参加战斗。刚子，你当然有权利参加战斗，但你更应该懂得，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，绝不允许再犯一意孤行的错误。是。听我命令，冲锋的时候不准出声，冲到眼前再打。是，冲！報告、調査官、新作を発見しました。攻撃準備。
報告します。我が前線部隊は新四軍の攻撃を受け、すでに撤退しました。何だと？前線を数十キロ後退させ、支援部隊と合流したところで攻撃を停止いたしました。その中隊長を射殺しろ。陀螺，这小鬼子什么时候也学会打游击了？不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兜圈子兜得越远，师部就越安全。看来呀，小鬼子把这一带的地形都摸熟了。既然甩不掉，那咱们也别跑了，干脆绕到鬼子的后面去，不能总让他们偷袭咱们。咱们也踢一回鬼子的屁股，你看怎么样？好是好，不过咱们这战斗部署全打乱了。越乱越好啊，越乱越对咱有利。等天一黑啊，就是咱的天下了。说的是啊，打夜战是咱们的老本行，前几年在淮安城就是这么打的。哎，团长，这个地方我之前来过，那边有条小路插过去，就可以绕到鬼子的屁股后面。好，走走。先找个地方隐蔽。死也想不到，咱们会到他后面踢他的屁股。等摸近了再下手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开枪。谁他娘开的枪？小鬼子开的枪。鬼子？哪来的鬼子？鬼子有个小分队一直跟在咱们后面，马上就要咬上来了。他奶奶的，别给他们包了饺子。走，这边走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大佐殿。どうだ。我が軍と新四軍は完全に入り乱れており、砲撃はすでにできません。ここの地形は複雑で、夜になると林昇山の指す目標は完全に見えません。我が部隊は方向を見失っています。今の位置にとどまるということは、新四軍の的になる。各中隊の指揮官に常に移動するように命令を伝えるんだ。しかしながら各隊の指揮官はどちらに動けばいいか分からず、新四軍は至るところにいます。照明弾を使って我が軍に方向を知らせるんだ。早急に山地から撤退させろ。はい。林昇山名、貴様一人の過ちで我が軍が不利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。哼，小鬼子分明是怕了，想用照明弹给自己壮胆。可他不想想，现在明晃晃的，这不分明是给咱当靶子打吗？看到那小山没有？怎么？我要跑到那山顶，然后等鬼子照明弹一照，山底下一览无余，打死这帮狗娘养的。好主意，我得一定过去了。嗯，一样，跟我走。是是。就像杀猪一样，这帮小鬼子成了猪圈里的大肥猪，亮着脖子等咱们宰的。哎，瞄准了，来，同志们，打！乱成一锅粥了。
现在小鬼子一定想抢占一营的山头。来吧，你带领二营去山脚下打鬼子一个伏击。仗打得越乱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咱们上，冲啊！冲啊！刚子啊，嘿，耶，嘿嘿，看看，这还是个哨所呢，大概是他们的中队长。嗯，报告村长，已经跟师部取得了联系，师部说各部队都打得很漂亮，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。嗯，我想鬼子是再也不敢进山了。师长还说什么了？师长还表扬了我们，说我们这一仗之所以能够打赢，主要是第一枪开得好，打退了鬼子的先头部队，为主力部队开展部署争取了时间。好，去吧。知道了。哎，刚子，刚子，现在正是好机会，你呀，赶快给师长去认个错，让他把你的处分给撤了。还不是时候，我总觉着宽子的事情吧有蹊跷啊，我得好好审审林小山，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你怎么还想着宽子呢？就算他是清白的又怎么样？你还能把他给抢回来？那我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吧？你说。宽子倒是真是个奸细，我认了。我眼瞎，娶了个日本间谍当媳妇儿。你说他不是呢？你说多冤呢？让人戳脊梁骨。嗯，那倒也是。行，咱从小最恨的就是叛徒汉奸，咱一块儿去审问那个林小山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报告，刘村长、方副村长。快跟我回师部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是，哎呀，你们快跟我回去吧，让师长跟你们说。你怎么支支吾吾的？有什么快说。铜锣，杠子。哎，丽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师长怕你们两个着急，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。什么事这么严重啊？小老大，你还没说。哎，曹队长，还是你说吧。你，快快快快快快快说！我说了，你们可别着急啊。昨天晚上，有只鬼子的小分队，误打误撞，闯到咱们师部机关的队伍里，一阵乱打。师长出事了。师长倒是没出事，关键是，什么呀？是方雷。方雷被鬼子抓走了。同志们，跟我走！等等。你干什么？能干什么呀？救我姐打红安呢！杠子，你先别着急，先跟我回师部，师长有话要对你们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姐是让鬼子抓走的。同志们，走！不许动！这事儿，你先别着急，咱先跟师长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。商量个屁！等你们商量完了，我姐都死了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敌人肯定有防备，我们要是贸然行事，只会中了敌人的圈套。丽君说的对，刘铜锣，我就问你一句啊，我姐被抓了，你着不着急？我能不着急吗？可越是这时候，越需要冷静，更不能为了私人感情而让战士们送死。你在这守着，我回师部一趟，没我的命令，你不准动。咱们走。铜锣，我打算要你去执行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我要用你的鬼才去审问挑战的林小山。审问林小山？师长，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审问他能有什么价值啊？当然有价值，
你想想，小鬼子竟然在我们独立师搞了个内奸计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给他来一个反奸计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关于宽子的问题，据林小山的交代，宽子是受他胁迫而不敢揭发他，更不愿意伤害我们，所以他只有选择了逃跑啊。哦，那事情既然都弄明白了，是不是该还给杠子一个清白？那是当然，等这场仗打完了，我会在全师通报。现在呢，实力决定让方杠子行使新一团的指挥权。是。要记住，林小山可是非常狡猾呀，你一定得从他的嘴里挖出我们真正需要的口供。对，他在咱们队伍里潜伏了那么久，身上肯定有很多秘密。好了，抓你去办吧。哦，对了，铜锣，要注意方式，不能违反政策。师长放心，我明白。报告师长，报告团长，方团长他……他怎么了？他带人去红安城了。我不是告诉他原地待命，听我指挥吗？可他等不及了。有勇无谋。铜锣，赶快去把方杠子给我追回来，千万别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。是。去。我听说鬼子都是魔鬼，男人被他们抓回来都会被杀掉，女人们都会被送去。同志们，咱们已经被他们抓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如果他们真想把我们怎么样，我估计小鬼子早就动手了，那就说明留着我们还有其他用处。那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姐妹们，不管他们想怎么样，咱们宁可一死，也不能让这些小鬼子欺负咱们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大家一起咬舌头自尽了。方雷姐说的对，咱们不能害怕，反正已经被抓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既然横竖都是一死，那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自从我们参加革命的那天起，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现在到了我们，到了我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新四军是不可以轻易战胜的。してください。彼女はただの衛生兵です。戦場に出たこともなく、人を殺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時間を無駄にしないでくれ。彼女たち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。正確に伝えるんだ。もし正直に答えてくれれば、彼女たちを解放してやるかもしれん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前たちは新四軍独立し衛生所の兵士か？他问你们是不是新四军独立师的女兵。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嗯，对，我们什么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今何と言った？彼女たちはそうですと言っています。よし、お前たちの中に新四軍独立団団長の翻訳者がいるそうだな。誰がそうなんだ？他问你们谁是新四军独立团刘团长的妻子，请你们如实的告诉我，这样大家会安全点。ヒロコ、劉道らの婚約者に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と言っていたな。誰がそうなんだ？劉道らの婚約者に
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と言っていただろう。この中にいないのか。リュウ・ドーラの婚約者がここにいるとお前の顔に書いてあるぞ。早く教えるんだ。そうすれば彼女たちを解放してやるかもしれん。他说只要能够找出刘团长的妻子，大家都会安全的。面白い。お前たち誰が劉道羅の婚約者か知りながら、誰もがお互いをかばい合い口を割ろうとしない。でもわかるだろう。ヒロコが劉道羅の婚約者を知っている。ヒロコ、早く言うんだ。誰が劉道羅の婚約者なんだ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んなことさせないでください。彼女たちみんな命の恩人です。もしこんなことをしたら一生引き添い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許してください。それは彼女たちに願うべきだ。そうすればお前は自分を責めなくて済む。しかしそうなるとお前は彼女たちを裏切ることになる。女というものは弱くて実に厄介な生き物だ。大佐、彼女たちを解放してください。彼女たちはただの女です。人を殺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。傷つけ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。だからお願いします。早く教えるんだ。誰が劉道羅の婚約者なんだ。さもなければ皆殺しだ。他说什么？他让我指认出谁是刘团长的妻子。可是我不能这么做。我就是刘铜锣的老婆。不，他不是，他不是。要杀要剐，你们冲我来！我是，世子姐，你跟鬼子说，我才是刘铜锣的老婆。小薇，你干嘛呀？小薇，方雷姐，你听我说，你是电报员，你要是被认出来了会更危险。但我只是一名普通士兵，鬼子在我身上讨不到任何好处，更何况还要带大家逃出去。不行，方雷姐，何を言い争ってる？みんな。彼女か。違ったようだな。黙れ。彼女か。大佐君。よし、俺が思った通りだ。気性の激しい女だ。劉道羅とはお似合いだ。連れて行け。下がれ。大佐さん、他の人を解放するつもりで言いましたよね。確かにそう言った。この女たちを戦利品として兵士に与え、遊ばせやりたかった。しかし、今は彼女たちにそんなことはさせたくはない。劉道羅への敬意を表して全員殺す。大佐さん、お願い。大佐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山本。は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ヒロコを独房に連れて行け。お願い。
弓道らを殺すまでは生かしておく。あいつの目の前で愛する女を殺してやる。ヒロコ、ご苦労だったな。先ほどの共産党部隊は包囲網離れました。姐姐，你们的部队没有来，他们又撤回去了。怎么样，失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刘同龙没那么容易上当。彼女は資料君が簡単に騙されると思うなと言っています。板垣、そう怒るな。魚は必ず餌にかかる。しかもこの餌は絶対に外れない。餌を投げたらじっと待つんだ。わかるか？はい。ヒロコとこの女を連れて行け。連れてけ。行け。早く。面白い。お前みたいな強敵を待っていた。ジャ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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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回应你。等等等等，刚子，有你这么做副团长，有你这么带兵的吗？什么狗屁副团长，我才不想当呢。你现在已经不是独立团的副团长了，师长已经同意让你恢复新一团团长的职务。我不稀罕，我只要我姐，我只要我姐。团长，团长，刚收到一份电报，小日本说他们为方雷姐准备了一场婚礼，等着你去迎亲。听到没有，小日本的目标是我，你姐现在她只是个诱饵，他现在还有利用价值，等小日本达到了目的之后，你姐就必死无疑了。我才不相信呢，刚才我都快到红安城了，我也没看到小鬼子打我呀。你们这是延误战机，要不然我把我姐都救出来了。那是因为小日本嫌你这条鱼太小，不想收我。你先把你的新一团组织好，我现在去审问李小山，看看他那有什么线索。不行，审李小山我也得去。你不能去，你现在情绪这么大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让他知道方雷姐现在在小鬼子手里，那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。快走。红昭、哑巴。嗯。刘团长，你放心吧，
我一定是知无不言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言无不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衙门，就这里吧，干吧。刘探长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小林啊，你多大了？我26了。家里有亲人吗？有，我爸妈已经不在了。我有个哥哥，前几年他出远门了，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啊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你这么大个人突然就没了，那总得有个说法吧。现在好了，你这家里也没什么人，那就不用我们去通风报信了。啊，刘团长，嗯，你们新四军对于俘虏是有政策的，你不能就随便处置我吧。嗯，哎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被你出卖牺牲的战士有的连20岁都不到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你小子赚大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吓唬我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敢活埋我。我为什么不敢？我是日本皇军派来的特工，你们的高层对我很感兴趣，一定想从我这里问出一些情况来。嗯，我就不相信你就敢这么草率地把我给活埋了。既然你是奸细，那你应该了解我的底细吧。我16岁上山当土匪，经常活埋人。嗯，我就喜欢让奸细这样悄悄地消失掉。你看这山清水秀，多好的风水啊。我要见师长，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师长汇报。胡少，胡少，我要见师长。你小子，我闭嘴！谁要见你啊？师长没时间见你，等死吧你！哑巴，挖深点，宽点啊！你看看小林这么大个个子，咱不能憋屈了人家啊！加油，看见，前进，看。从今天开始，西团的编制就正式成立了。大家有没有信心把老一团的精神发扬光大？有。